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今天我们在试驾威兰达，这是我第三次开威兰达。这个车啊，其实我不怎么想做测评的。虽然我前两次开这个车，就是因为朋友想买嘛，然后就陪他们一起去试驾了。其实这个车有挺多可以讲的，驾控体验我等会再讲，我讲一下它的那个车道保持吧。因为我之前试汉兰达的时候，是汉兰达那车道保持是比较傻的，就一定要到边才会自动切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已经是最新的丰田的车道保持系统了，非常棒的。其实车道保持现在车道居中特别棒，日常使用中会好很多。然后开起来这个感觉呢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并没有比 1.5 的 CRV 好。真的就是不要看他们价格差那么多， 2.5 的威兰达的动力其实给人第一脚的感受并没有像 CRV 那么有力，可能是涡轮的跟自然吸气的缘故也有关系，开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你其实开这种这么尺寸的 SUV， 其实你的人的疲劳程度其实是比一般的轿车要低的。我之前有长途开老款的 CRV 去远的地方的经历，就是去旅行的经历。因为这种叫紧凑级 SUV 啊，它的视野会比一般轿车要好啊，然后又避震会比较软一点，就开的其实是比较舒服的，就跑长途不会特别累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有车道保持啊这种，我觉得这个车如果你经常走走中长途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说句真心的，我觉得这个级别你买 CRV 也好，买 Reform 也好，买威兰达也好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，因为开起来真的差不多。只是 2.0 的普通版的威兰达跟 RV4 我觉得会开起来会肉一点，跟普通的 1.5T 的 CRV 去比，你可能不会享受到有什么动力这个概念，这是我的最大的驾驶感受。然后讲讲油耗吧，其实 Reform 的油耗也很低，这个车啊，那个 2.0 的油耗大概也就6升这样子，就6、7升，其实作为这么大一个 SUV 其实很低了。因为本身丰田的那个 2.0 的这个燃效比也很高嘛，所以它会油耗表现也会比较好。这点 CRV 的 1.5 的涡轮增压那个版本，我朋友在开基本上能到9，当然这个开跟个人的驾驶习惯也有关系，但是的确确 CRV 能到9能到10，就是还是一台挺新的车，就这样。然后再讲个细节吧，就是这个车的大电视这个事情，很多人之前私信我说这一代的 iV4 跟威兰达大电视实在是太丑了。其实这个丑我也不是第一次看见了， CHR 刚上市的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到这个大电视了，那个时候大电视更丑，像直接摁在上面的，然后那个车机界面也一点都不美观。时隔两年再看到这个大电视，我其实已经有那种心理预期啊，自己有个大电视并不好看这样子。其实这个大电视对你日常驾驶其实是没影响的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的大电视高的地方是刚好在视线以下的，不会影响你正常驾驶。它有碍观瞻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反光，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说的非雾面屏啊，有点镜面的，像那种老式的 MP4 的那种镜面反光，你有时候会在开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去看它，这件事才是比较烦的一件事情。感觉就没有那么高档啊，因为它不是那种有那种通透感的。一般好的屏幕会有让人给你一种通透感，感觉它是有科幻感的。这个时候完全没有，看起来就是没那么档次。说实话，然后呢，这是第一个是它的造型跟它的屏幕，第二个是它里面的内容啊。我说真心的，我觉得有点跟不上时代。同样，你去看更便宜的一些国产车的车机可能就做得很漂亮，可能这方面的确国产的要进步更大。当然丰田本身也不是靠这种东西为主打的嘛。然后整体上我对这个车的评价就是，如果说你需要买一台真的是长期拥有的车，希望长期能持有的，那我觉得这个车在你选择紧凑级里面还是可以选择度很高的。你去想一下这个级别的它的竞争对手 CRV 跟奇骏，其实反倒是奇骏的产品竞争力并不强。奇骏强的地方是在于优惠很大，我朋友之前去买已经将近有40000的优惠了，就优惠特别大。但是奇骏的 CVT 变速箱也之前一直饱受诟病嘛，你在丰田旗下你是听不到这样传言的。包括之前有威兰达跟
本田皓影去对撞，那威兰达也是基本上算完胜吧。作为一台也算是中国特供车，但是它的确做到了跟国际品质一样，这就是丰田。我觉得丰田在很多真正会影响到你的地方，它一点都不会缩水。它缩水的一些地方就是一些我们中国品牌特别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子。它只是一直按照自己的路线在走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这些新鲜的东西并不是特别感冒的人，买这个车肯定是不会一个错误的选择啊，就你买了以后不会后悔。但是年轻人开这个车可能会少一稍微少少一点激情，看你年纪了啊。我觉得如果你四十岁往上啊，没毛病，就买这个车就可以了。我再说一个情况啊，据我的了解，这辆车刚刚上市的时候其实是打破了 i4 加价的那个情况的。 i4 刚刚上市的时候其实是有加价情况，但这个车一出来 i4 就不加价了，就还是挺明显的。然后到现在为止其实优惠情况反倒是这个车优惠要比 i4 少， i4 可能优惠更多一点这也是个比较神奇的存在，就是哎，形势逆转了。我说一下 i4 跟威兰达之间的选择吧。如果我自己选，我会选择威兰达。我选择威兰达的原因纯粹是因为我觉得 i4 那个前脸改的有点奇怪，虽然它是一个国际前脸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国际前脸改的有点太硬邦邦了，这个是相对来说柔一点。 i4 的那个前脸太硬核，但是它车其实没有那么的硬核，越野像它其实没有，所以就有那种落差感。我是一直有这种落差感。我先来讲讲我发现几个亮点。第一个亮点是这个车的轮毂啊，我们在展示厅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辆车的那个轮毂，应该是顶配吧，顶配它的轮毂啊已经特别像雷克萨斯了，就是有各种悬浮的装置。但是我们这个豪华版它的轮毂的造型啊已经非常复杂了。其实我在这种量产的就是像类似于 CRV 啊这个级别的民用车里面，其实很难看见就这么复杂的轮毂造型啊。我觉得轮毂造型还是很好看的，有点那个雷克萨斯的味道。就是在200,000元价位的轮毂里面，其实你能看到这么复杂的造型还是比较少见，特地跟大家讲一下。我觉得非常好看，特别是在阳光下啊。我们好像拍的角度有点问题，我们到那边来吧。它的凹凸立面其实设计的非常复杂，这么复杂其实是要多花很多成本的。我觉得这轮毂根本不用改，原装已经很好看了。包括它跟一般的车还有点区别是它里面的刹车卡钳啊也喷了白漆。那虽然那每个人喜欢，有人喜欢红漆，有人喜欢白漆，怎么样子，我觉得至少是点缀了，就花了精力的，觉得诶我是不是喷成白漆会更好看。包括它的轮毂造型我觉得还是很加分的，我刚刚在自己有才拍细节的时候还是感触挺多的。然后第二点是这个车的漆面啊，我们这个车的漆面叫什么？帅哥叫什么漆面？墨绿的，叫墨绿色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颜色叫什么。这辆车在洗车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它是黑色的，然后洗完以后发现，竟然是那种暗纹的，就是暗色的绿色，就是然后是那种珍珠漆啊，非常好看。就我觉得在太阳底下，然后又是这种暗色，就那种闷骚的颜色。乍一看它是黑色，一点都不张扬，但是仔细一看它又是那种绿色晶晶亮的，我觉得哇好棒，就这颜色真的是特别的感动。然后第三点是这个前脸，前脸我刚刚就很想吐槽，就这个前脸啊，我觉得你说好看难看反正个人各爱，但是这个前脸有一个效果，让这辆车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大，大家能感觉到吗？这个其实是跟 CRV 啊这种紧凑级 SUV 里面其实还挺大的，因为你坐在里面的感觉它就是一辆大 SUV， 但是看起来哦，真的乍一看它可能就小型 SUV 的感觉，就很神奇，可能它就是前脸造型的缘故吧，看起来更小，其实这个车一直都不小。还有一点是大家看到啊，这辆车比 iV4 好看的地方其实在于它屁股这边的设计。前脸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但是它后面这一条镀铬件的牵涉到整个后尾灯里面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车是在展厅里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尾灯就牵得很有灵性，整个车就变得很有棱角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我就讲一点自己的关注的细节。这个车还有一点我受不太了，也跟大家讲，就是它的后备箱啊，它后尾箱门这一块，它的尾箱门整个掀起来是从这边掀起来的，是带这块防擦材质一起掀起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整体感啊，就是感觉这块东西是后掀上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有点割裂感，而不是说整个过来，它可能是为了这个整体造型的缘故吧。反正第一感觉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我给它掀起来看一下吧。
嗯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有点怪怪的，可能就是我自己感受这么大吧。然后后尾箱呢，我现在也讲讲掉吧。后尾箱其实非常平整啊，平整度非常好，尺寸进深也还可以。但是它有个问题，就是它这个后尾箱其实是高度是不够的，能看到吗？我觉得这个地台是偏高了。能最好能再低一点，它的储物空间会更好。因为其实你看它这边可以最多就是放一个行李箱，你基本上就已经到这边了。你放两个行李箱其实会影响到前面了，它这张这个横梁在，其实你只能并排放两个行李箱，就你不能放四个。你很多 SUV 其实可以放四个，但它一个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旁边还多了一个网，这个网还是挺实用的，有得有失吧。就是好的地方它后面有个挂钩啊，有这些东西，有个网。但是差的地方是这个高度不是很高，都是到这个后面坐的地方。我来讲一下后排啊，前排空间大家能看到是我正常的驾驶座位，是我正常驾驶座位，真的不是有些人说我就随便调的，是我正常驾驶座位调过了。给大家讲一下后排可以聊的地方。第一个是它因为尺寸是紧凑级的，其实它的后排空间啊，这个后排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它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起过，其实 Reform 的跟威兰达这个后排座椅啊，倾斜度非常的倾斜，就是坐得很舒服。就它虽然它的这些皮质啊这些啊就有点硬，但是它因为这个倾斜度很大，这个角度很大，所以你坐在这上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坐姿，就非常躺。我这种坐姿的感受其实很难跟大家表述出来啊，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说座位有多少的柔软，多少的贴服，而是它这个倾斜角度让我很舒服。倾斜角度我从外面给大家拍一下吧。能看到吗？它这个倾斜角度非常大，比一般的这个级别的车都要大很多，哪怕比很多轿车的后面后排倾斜度都要大。所以你坐在这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躺的姿势，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。包括它的膝部空间也还可以，你可以坐得更躺一点。当然它这边也有个问题，它这个靠脚啊，脚部支撑的海绵我个人觉得是不够厚的。能看到吗？海绵其实是很薄的，所以你的腿部的支撑其实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坐姿很躺。所以说我觉得优点缺点我都说了，我整体我觉得这个座椅我坐后排还是很舒服的，说实话，就是因为它比较躺。讲一下这个踏板吧，这踏板是 4S 店后装的，其实不太建议啊，因为无论 CRV 也好，那个 Reform 包括威兰达，它都是本身是城市 SUV， 本身它的通过性就不是特别的优秀，它这种装了踏板以后，它的中间的那个离地间隙会更低。我朋友之前有辆3008，就是在从路牙子爬下去的时候把这个踏板给卡掉了，然后拉坏了这边的侧板，因为它是铆上去的，就把侧板拉下来了。因为你其实完全不像陆巡这种你需要脚踏一脚才能踏上车啊，就完全不需要，它本身就不高。说到这一点我其实要夸一下，刚刚其实没有讲，这一代的 IV4 跟威兰达的这个地台这个门框特别的低，有没有发现？其实作为 SUV 啊，它其实离地间隙也做到了，但它的这个门框依旧做得非常低，这非常适合上下车。这点其实你在国产 SUV 上面其实比较难见到，国产 SUV 啊基本上就像里面是一个槽一样，像个脸盆你知道吧，这边是高起的，你需要跨一步才能进去，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很平，你看离地面的间隙就很特别少，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。我觉得包括国产做 MPV 的时候，那个之前拍的50的凯捷，它的地台就这个台阶就做得很高，你同样去看本田奥德赛就特别低，就是这么个原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日常你就能感受到的。然后这个开门角度，我觉得后门啊，首先后门这个门还是很长的，能感觉这个门是长的，但是它的开合角度其实不大，它不是90度的，它最多只有70度，这开合角度其实不大，不是很大，就不是直角。我很喜欢这后门能开个直角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散热的，里面是电池，电池组。我再分享几个点啊，一个点是这个车的储物空间非常的多，就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扔进手机，然后中间有个很大的储物槽，就这个地方也是手机啊东西是直接扔在这里。有一个跟汉兰达比较像的，那我拉过来吧，就是非常深非常宽的一个储物槽，这个储物槽我觉得非常实用，因为副驾驶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就这个我觉得当年的那个汉兰达上面很棒，然后它后下面还底座了那种胶质的花纹啊，就东西扔在上面它也不会滑动，特别棒这个设计。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讲的，我觉得 2.5 的丰田的混动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平顺，虽然它动力推背感还不如 CRV 的 1.5T， 但是它的那种平顺感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舒服。我觉得甚至它的动力的平顺性，变速箱的衔接性，我觉得甚至要好过本田的混动，真的很舒服。可能是因为
它的排量更大吧。2.5 的混动的确非常的棒，给我感觉就是这台车让我舒舒服服的开个长途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累的事情。刚才我们一路上也是通过小山路嘛，小山路跑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车也一点没有，也没有不灵活的感觉。就明明它在车内看是一个这么大尺寸的车，但是你在弯道里面去开，也完全没有说不灵活啊，或者说有累赘感啊。包括它的屁股跟随性也很好，还挺出乎意料的，超乎预期吧。但是有很多地方啊，我觉得其实是跟国产车去比，它是有不足的地方的。比如说它这个出风口啊，像我那个之前拍那个50，这个地方已经做了那个多层次的这种衔接，包括里面用个镀铬件啊，怎么样子？那在丰田方面就还是比较原始的这种，单单这么一个，没有什么那种精致感。然后包括这个车窗也是有一点问题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要摁两下。对，摁两下。让我想到了我的86，86也是这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在这里啊。这个车窗是这样子，就是窗一旦放下去以后，它这个车门这里，这是我刚才在看那个展车的时候发现的，就是会有这种间隙感，其实就是精致感不如国产车。国产车这个地方，打个比方，我要做这个升降车窗的地方，我肯定不会单单就那么块塑料就放在这里了，这方面国产车会做得更好一点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反正总体上来讲，我觉得如果买一台家用车还是推荐的，就是看你是注重车还是注重内饰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拜拜。